就原住民来讲，每一个族群其实都是，就是不同的国家。我们卑南族跟阿美族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国家，他们讲的语言我们听不懂，我们说的话他们也完全听不懂。对，所以呢，其实，哎，我们是不是要给彼此鼓励一下？因为我会唱阿美族的歌，然后你也会唱卑南族的歌曲，这样。厉害，尤其是。对，其实阿美不是对，其实美方真的很厉害。我们出了两张专辑，都是唱卑南族的歌，然后他居然可以唱得那么好，这样。所以呢，我们也一定要学一首阿美族的歌曲啊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们听起来，对你来讲唱德国语这样。不会啊，不会啊。我觉得，因为有一次我去花莲宣传我的业务的时候，我去吃中餐。那个老板娘是阿美族的，然后我跟她讲我也是阿美族，我是台东的。她说你是吗？我说我是，而且是很纯的。她跟我讲你比较像台湾族、卑南族之类，你要不要去问一下你的祖先，一定有混到 有秘密。我心里很纳闷，是我比较知道还是你比较知道？竟然叫我去考古，我有点生气。可是她的菜真的很好吃。我知道，因为你嫁给卑南族，所以你现在有卑南族的气息。对，我的长官也说我被同化得太厉害。是，我说我是去卧底，他说你这卧底也为你被同化得太厉害。哎，对啊，我们要介绍一下嘞，我们刚刚忘记了我们那个后面的幕后英雄。幕后英雄哎，对。哎，怎么没有人要理他们的感觉？哦，好啦。不甘愿，不甘愿，不想介绍。我们先从那边好了。你嫁给那个卑南族的。灯光打一下。他有点暗。好，这是夜间部同学，他叫志明。所以你是春娇吗？哎，对，麻烦请叫我春娇，那是我的花名。好，志明是贝斯手，然后中间是我们杰瑞老师，他是我们卷花村的灵魂人物，所有的。看到的那个节目的安排，邀约的歌手其实都是他们，非常好，非常厉害的音乐老师。这个呢，好了，他是我的夜间部同学。这个时候我就不是慧琴了，他是大大，我是小小，所以我们加起来要叫尖尖。啊，你就勉为其难跟那个，对，我们每次都要抛弃他。对，每一场的演出我都要跟杰任搭配一下，搭配一下。对，他是他的良人。那你是他的娘子，很善良的人啊，杰任，良人。其实哦，姐妹花的第二张专辑啊，合作的对象是 NSO， 就是国立交响乐团。哦，对。然后呢，因为第二张我们没有那个本钱把交响乐团请来，所以我们就找来三个嘛。对，对啊、所以他们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。勉为其难，对，对啦，哇，好庞大的乐团哦，真是太荣幸了，可以邀请到他们来。好，我觉得我们话很多呢，对，一直在混时间。啊？陈龙老到了吗？还没有来。好，我们要唱阿美族的那个歌曲，我们后面都唱阿美族的歌哦，就应应他们丰年祭的。对，我们的祭典过了，一起来，然后像海浪一样跳舞吧。Thank you.
生气，村长，村长在哪里？好，好，还好。我们等一下海边捡贝壳给他啦。我刚以为他会跳，他会出来跳舞，他会跑去哪里呢？敲钟的时间还没有到，他跑去哪里？好啦，